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哦，我看到一个人呐，戴了个眼镜，戴了个眼镜，然后眼镜的外面呢有个翻盖，就是说，我找了个眼镜啊，这眼镜的外面还有个眼镜，眼镜的外面还有个眼镜，我要找个眼镜，找个眼镜。那个眼镜呐，眼镜的镜片外面还有个眼镜，它给盖起来翻过来的，这个见过没有？想象得出来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戴不戴眼镜，反正我看到那个，找一个眼镜一戴啊，我用剪刀剪一下的，就看到。有另外一个眼睛呢，有另外一个眼睛呢。就这样啊，这个眼镜呢，一戴以后啊，然后它前面还有个眼镜，就这样，看得见吧？啊，只要一戴眼镜以后啊，他平时不戴的时候是这样，不戴的时候就这样翻在上面，那不戴的时候就翻在上面，然后一戴上面去以后，他就把你盖起来了。盖起来了，然后盖的时候，现在我看到是盖在右边，盖在右边，盖在右边盖住了。然后呢，好像人流的啊，然后那个右边盖住了，然后右边打开呢，主片打开了，这，打开了一边就放另外一边，然后呢？这个放的是近视眼镜，然后这个放的老花眼镜，那个翻个的，哎，好像在这样做呢。你那个眼镜是平时戴的还不戴的？平时戴的，啊，你平时戴着的这是啊，我的近视眼。哦，那个，他那个你那个眼镜片呢？这边啊，这样。这边放了一个，又放了一个近视片，在那眼镜外面又放了个近视片，就本身就是你，这个是你平时戴的眼镜，这个。然后呢，他在外面啊，给你放了一个近视镜，这边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远视镜，就老花镜。就是。而且呢。他们轮流的盖上去，也没有一起盖，轮流的。轮流了以后呢，搞得查视力的时候，那个医生查视力的时候，那好像这一直查不准到底视力是多少。因为那动态的呢，那个我想静止下来的，它就在动。然后你如果这边再给你盖了一个老花镜的话，这边给你盖了一个老花镜的话，那你用近视镜要把它抵消掉，抵消掉。这个医生如果你配眼镜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他要用一个近视镜给你。抵消掉，然后呢，这边放了一个近视镜呢，放了一个近视镜以后，
这边有个近视镜嘛，放了以后呢，已经有了个镜的话，再配近视的话就没有那个度数深了嘛。这边度数就没那么深了，就医生配的时候啊。哎，就相当于，中国的结果，这个度数浅，这边度数浅，然后这边度数深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紧，我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它外面有干扰了一个，要去抵消，我讲的是抵消，明白吧？相当于抵消它，被它外面增加了一个啊，增加了一个抵消它。我搞清楚，因为那个是就这里拐了几道弯了啊。外面受到干扰一个，拐了几道弯了。然后这个相当于他给你放了一个，这边给你放了一个近视镜呢，这边放了一个近视镜，我免得搞错了，我就写下来啊。它在临界啊，你本身有个眼镜呢啊，你本身的眼镜在这里呢。你本身戴了一个眼镜以后，他就给你扣下来一个，扣下来一个，外面再放了一个近视镜，再放了一个近视镜的话，近视加近视的话，你再去校正远处的话，就相当于这边浅一点啊。你不要紧，因为那是阶段性的，你现在对得上也好，对不上也好，你先不管它啊，我把我看到的告诉你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远视镜片，就老花镜，这临界个捉弄你啊，他捉弄你的是给你放的啊。那远视一个远视镜在那边的话，那如果要把远视镜把它抵消掉的话，只能搞一个近视镜，深一点的近视镜。你来目的是来抵消它这个，哎，总之两边是不一样的，总之是不一样的。两边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时候，而且它还在变，你知道吧？它一会儿抬上去，一会儿放下来，一会儿抬上去，一会儿放下来，一会儿抬上去，一会儿放下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检测的时刻放上去的时刻，和没有放拿下来的时刻就不一样了嘛，又不一样了吧？好像那个，好像搞得医生感觉就，眼科医生感觉不太对劲，感觉。感觉好像总不对的，总我哪里就不对劲，总我哪里不对劲，然后呢想呢，他又根据您的年龄来判断那个，也不至于，还有那个老花，哎，实际上不是老花，因为那带本身有了一个片的话，要倒过来抵消它，所以说，因为医生看不见有外面还有一个片嘛，那么按照他们逻辑推理的话，怎么也推理不出来应该怎么样。但是，总之一句话，两边是不一样的，两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你在那边很努力啊，你在很努力的向他眼睛把它平衡掉，眼睛把它平衡掉，平衡的意思就看到远方的意思啊，努力的要把它平衡掉。哎，感觉总看着不对头啊，总看着不对头。而且看了以后，那光线好像有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他看的东西，看得远，努力的眼睛在看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，感觉突然到了，好像突然到了，看到的突然到了，倒扣了，倒掉了以后，倒掉以后就把眼睛自己把眼睛翻过来看，恨不得，翻过来看的时候，那个像也没有翻过来，就是说你眼睛的给看着不舒服嘛，总觉得感觉不对劲，总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就把它翻过来，这样看就上下翻一下子啊，就是你感应到了，感应到好像图像不对劲，但是呢你翻过来的时候，想把它校正的时候，那个图像还是没翻过来，还是没翻过来。那么现在是怎么办呢？
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要把它那个镜子啊，要进了对头，要对头的话，应该在前面啊，再放一道。这道是你在要解决问题啊，你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在它的前面再放一道，就是说这一个眼镜了啊，倒扣在那边，现在好像啊，倒扣在那边，倒扣的意思就是想努力的把图像搬过来，但搬不过来嘛。因为被他这边就搞了一道以后，就图像上下倒置了。那你怎么把它纠正回来呢？你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是吧？把图像上下翻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明白吧？就城乡倒立了，城乡倒立了以后，人家那相当于数学上的负负得正，两个负负变成正数了。你两个再加增加一个，不就把它翻过来了吗？但关键问题是这个有时在上，有时在下，有时在上，有时在下，有时在上，有时在下。那你看这个架势的话，不是你怎么都跟不上它的节奏了。那你问题在哪里？看明白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一个，问题在哪里是考明白了，而且是动态的，动态的，两个还不同步，一个上去了，一个就下来。一个下来就是这个上镜啊，那问题的源头你也知道了，是有这两片的存在，因为你原来没看到嘛，但今天看到了啊，是吧？今天我告诉你以后，你看到了，好，你看到了啊，你直接对着那个在折腾你眼睛的那个，一会儿这样，你对着那个人说啊，你说我生气了啊。哦，我生气了啊！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我生气了。因为以前呢，以前你也是没办法生气，就是你以前不知道这个事情嘛，连生气的都没生气过嘛。但是今天你说生气了，你表达你生气的这个意思是，你知道人家在捣乱了，这个明白意思吧？你言外之意或者简洁的说法就是，我知道你在捣乱了。就告诉对方你在捣乱了，但是我没说你在捣乱的时候，我用生气来表达。哎，言外之意就我知道你的情况了，我知道你在这边折腾我的眼睛，在镜片在上下放，在镜片在正方倒放，一直在这样。哎，你对他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，啊，我生气了我生气了。啊。你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你啊，你在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我知道你在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哎，你看我现在今天处理的，从以前前阵子处理的那个好像有点不一样，不是，这也不是我定的啊，而是天书上就叫了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我们都没有走到那个阶段，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我知道了。连接那个外星人要吸引你的注意力，那么我们把以前他来找你，然后你没破解开的信息，我们走一遍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意识到他在做这个事情，他在做这个事情，实际上我们心里有底了，有底了以后，我直接同他沟通。但这个虽然有底了，这个事情不做了，还在那边，我们还在那个到了源头上要去做一下子。哎，你继续说，我生气了啊。生气了，啊，我生气了啊！我生气了，哦，你有话好好说啊！你有话好好说，啊，你有话好好说。你有话好好说，我知道你在我的眼镜片上又给我粘了眼镜片。我知道你在我的眼镜片上又给我当了眼镜片。哎，说了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说了我知道你在我的眼镜片又粘了眼镜片一个。原来我不是说嘛，那这样的速度很快，转的时候很快啊。那、哎、他突然发现你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后，他转的很慢很慢，他还是想转慢点让你不注意，想慢慢速度慢了很多很多。你说你慢下来，我也知道。你慢下来，我也知道。这句话一说以后，他不得不考虑啊。要把这个动作拿掉，要把这个动作拿掉啊！
他就不再在那边折腾了。哟，你静下心来了一块一块，我知道，你现在考虑要拿掉了。我知道你现在考虑要拿掉哎，了。把他吓一跳，把他吓一跳，因为你把他的每个细节，连这个细节都被你知道了。你说以后他怎么要把他，一开始的咱们速度慢下来，速度慢下来了以后，让你感觉不到，速度太慢的时候人感觉不到嘛。那你点窗你还是知道他的速，只是速度慢下来也没有停止。哎，这么一说的话，他咯噔一下子想把这个拿掉。他这个想法一出现的时候，你马上说：“我知道你现在想把它拿掉。”连他的想法也都被你知道的话，哎，他就咯噔一下子，好像已经沟通上了。这个时候我看到天上有人在笑啊，有人在对着这个笑啊，也就是说，好像他们本来也想捉弄你的，现在发现捉弄不了你，好像捉弄不了你啊。捉弄不了你，你看，就慢慢把那个两个镜片，刚才这样的，一直在你眼睛前面翻啊翻啊，翻上翻下那个镜片，就拿掉了，再也没出现，再也没出现。你说，后来我看到了，原来在我眼睛前面翻上翻下的那个镜片再也没出现。后来我看到了，原来在我眼睛前面翻上翻下的镜片再也没出现。哎，这个我说的翻下是，同你自己的那个眼睛没关系的啊，是在你自己眼睛的前面，它翻了一个方向，要表明这个意思。哎，你说了一个，你说了一个，再也没出现一个，那个非典就静悄悄的，就都慢慢就撤退了，静悄悄的，慢慢撤退了。慢慢撤退了啊，慢慢撤退了。他当然我是往后退了，实际上是帮那个斜上方的，慢慢撤退了啊。你在这里啊，没看他，没看。你好像那个后天眼看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往前看的，开天眼的后面也看得见的啊。你说吧，我看到你们在慢慢往后撤退。我看到你们在慢慢往后撤退。哎，我知道你们在慢慢往后撤退。我知道你们在慢慢往后撤退。哎，你明白这句话吧？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你同他们的信息即使沟通上的，他一变化你马上就感应到，马上就知道，他一变化就马上就知道，是吧？现在是马上知道，但是当时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是不知道的。现在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您已经完全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我们一直在找。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啊？但现在处理方法就是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都是你自己干的，都是你们干的，都是你们干的。哎，相当于这个意思啊。他们本来的意思就是，就让你要知道，他们要同你互动，或者有信息给你。现在呢，你就表明我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，哎，然后你仍然住在这里啊，住在这里，然后你说。我知道你走了很远很远了。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。哎，你说，而且我看到住在飞机的外星人呢，已经不看到我了。而且我知道坐在飞机里的外星人已经不看着我了。就相当于你已经刚才只是看到飞碟在往后跑，后来你看到住在里面的人呢，到了一定距离以后，他转了一个身呢，转了一个身往那个方向就彻底走了。你说我还，而且我现在你们最近彻底走了，而且你们现在已经坚定彻底的走了。哎，这个又给你说中了，就相当于他干什么事情你都知道，干什么事情都知道。实际上呢，为什么说彻底走了呢？这里有个含义在里面，他们来找你，并没有什么事情。现在找你来并没有什么事情，只是预备好。能够把这个要找你的时刻，要传信息给你呢，让你能接收到，相当于预备的作用，哎，这个明白吧？他们不断的找你，不断的找你，不断的找你，也不是说每次来找你都有事，但是呢，每次都想试试这个通道通不通。
哎，这意思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啊，好，你现在就对着天上的好多那个飞碟啊，前前后后都找过你的那些飞碟啊，我知道你们呐，不是每次找我都是有事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是每次找我都是有事的。但是我知道你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想测试一下我们通道通不通。然后你说，我告诉你们吧，通道是通的。我告诉你们吧，通道是通的。哎，那个你，当然，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感应到，但现在我们回头是倒过来做这个事情嘛，向他改变嘛。你就告诉他，实际上我只是不知道从你表达而已。实际上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同你表达而已。哎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同你表达而已。哎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同你表达而已。哎，你说这句话里，突然他们知道，既然信息通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再测试你了啊！哇，一下子又退了好多。你说我今天开始学会的，怎么同你们沟通？我今天开始学会了怎么同你们沟通。哎，就是我把我的想法用意念来传给你们。就是我把我的想法用意念来传给你们。说完这句话，啪，一下子又退了好多啊，又退了好多啊。哎，他不是一两个啊，第一次我们讲的时候是一两个，一个，后来退走了啊。后来我叫你再同他沟通的时候，天上就很多，不同时间段出现的都在那边啊，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来找过来的都在这里，你整体是同他们沟通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学会怎么。把我知道的事情反馈到你们那边去。哎，但今天我已经知道了，就是用意念同你们沟通。说完这就砰一个声音呢，这么什么一个声音呢？就像一个马蜂窝啊，马蜂窝上面很多马蜂嘛，啪一下子都全部飞走了呀。就像那个飞碟啊，一听说你信息完全通的，就没有必要来测试你了。实际上原来是通的，只是你没表达，所以他们没有接到反馈信息，所以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在折腾。但今天听你讲，你表达的意思，你完全是知道的，只是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同你们沟通。后来今天终于想到了，原来用意念同你沟通，一下子信息接通以后，嘣，一下子就飞掉了，全飞掉了。啊，现在你抬起头来看看。你看看天上有没有飞碟了？你说没有。对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你看看现在看看天上有没有飞碟了？你说没有。没有。就说没有，全飞走了。今天刚才处理的一节是整体处理啊，就前半节一个飞碟走的时候，是单独处理你眼镜片上那个，处理了一件事情相当于啊。后来突然就成批处理了，就刚才一下子以后，把那个在你来找你那些飞机一下子都走了，好多好多一起走了。这个好多一起都不是同一天出现的啊，不同时间段、不同的地点出现的，曾经要努力要同你沟通的、要找你的，全走了，走了啊。但走了以后，这个眼睛没东西了啊，眼睛看上去就是没东西了啊。他是不是刚才批处理一个就全部处理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心里没底了。那反正今天这一幕里边处理了不只是一个事，批处理就把陈批同这个事情有关的都处理掉了啊。这个听得懂我讲什么意思吧？就是我努力的把所有的想来找你的都把他叫走了。但是这是我的努力的方向啊，但是不是最后产生的真的那个全走了，那我就不知道啊，只能就后面观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没了。反正我主观上处理的时候，就今天把它出现的程序都让它走了，但是不是还有在其他地方就没有来的呢？我就不知道，反正他来到这里的，我让他都走了。不同时间段，
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，反正在不同的情况下来的，我都让他走了。好的。哦，现在眼前没东西了，反正我看看，他一下子就走了。现在你有没有发现，就今天处理的方法同之前的有点不一样了？之前我们是这就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吧？那时候就积极的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里边，要把那个来龙去脉把它搞清明白，为什么是？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处理现在处理的方法就是我知道你们了，我知道你们要来跟我信息沟通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找到银山里，我同你沟通了。那我已经同你沟通上了，你们就不要再测试我了，而且你们更多的事情不是真的有事情要同我要沟通，而只是来测试一下这个通道通不通。那我告诉你，通道是通的，而且我知道你的每一个想法。哎，这么一说，以后他们就走了。啊，这是今天的含义在里边啊。今天的含义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同以前也不一样。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层次和处理的方法，实际上就是越来越明白的处理方法，不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，明白意思了吧？啊，人事情是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了啊。哦，好的。好好好，那反正我只希望眼睛视力能变好。哦哦好哦哦。就是每次拍完，然后就还是老样子。哦。那我们就你再观察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还有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说不定全部搞完了。如果有问题，只能继续处理。我也不知道，那个想不到这镜片在上面翻一翻的，那总是有事情的呢。我就不知道到底他们干了多少事情了。但今天我处理的是批处理，一下子从这个来整理的那些同他们沟通到，我知道你们要来找我。而且我知道你们来找我的目的不是，有信息要传递过来，而只是测试一下通道。但是信息传递应该传递，已经传递完了，不是？最近两三次里边，我们就已经，当然这个处理的时候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啊，出现哪个就处理哪个，出现哪个就处理哪个，好像要传递信息的这个已经做完了。今天处理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，他们曾经不断的来做测试。那么我把时光倒流回去一个，到了那个时间段，就是我知道你们来做测试，告诉他们一个，那么他们就走了。就像那个物理学上讲到一个量子学上观测到了就改变了，就像那我今天同你沟通上了，他就走了。本来目的就来测试你的，那你说我已经知道你的测试信息了，而且知道你们就纯粹来测试，没有什么信息要来传递的，他们就走开了啊。嗯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好啊。好，老师，你说那个，啊，你可以把摄像机先关掉。啊，好好好，好，嗯，好。